谐星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喝酒啦，压垮谐星最后一根稻草。新开头的艺人是黄豪平，还是吴尊比较好笑？吴尊比较好笑是？吴尊上大热门讲的笑话，有的是用我的哦。没有，这个跟衣服一样啊，你的衣服给别人穿，哎，人家定是比你还帅。陈大爷，因为他永远只会在那边扑哧克哧克哧克扑克，他也会扑哧克。不一样，这个比普吉克好一点。到底要看什么嘛？要普吉克？你们到底要看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哈密瓜嘴不好笑，他们豁出去喽。吴子棋、邓紫棋。吴自强，自强号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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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哇！Fantastic baby， 你下才在跟你讲不要再卖蛇，你还在两条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群的如果集体送到神经病院，人家是不收的啊。Let's go。我们的来宾，好不好？要不然台上太冷清了。对，哎，怎么都没人啊？哎，糟糕！本来有四个，欧弟去生小孩也就算了。啊，汉典自从吃了生日蛋糕，身体不适就没来。就再也不来了。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。你也是啊。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担心的是下礼拜的只剩下露露一个。对，有机会。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就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艺能界里面啊，自己没本事，就要等着别人出事。前面已经出事两个了啊！好了，赶快来欢迎我们几位这个我们的评审老师马国贤老师，谢哥，陈玉林老师，大家好，陆陆好，大家好，制作 team 的啊，曾志伟先生，阿排，大家好，哎，还有曹文。欢迎你们啊！今天你们要来当一个公正的评判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关于一个球类的故事。不喝酒，不喝酒。董事长最大的罪过就是不赚钱。哎，然而谐星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喝酒啊。总共有八位，一一来介绍下来。露露，首先欢迎第一位是我们的黄豪平。耶，来到我们黄豪平。第二位是已经快要用蛇卖到没有梗的义翔。大家好。不会哦，哎，刚刚还看到那人家白白陪你来录影啊。真的。对对对。啊，那是丢啊，这个护身符在身上嘛，是刮不净生家凹嘛，是是。今天一定要有好的表现。对对对对。而且衣服都老婆女朋友帮你打点的是吧？哦，对，这基本上外套是他的。哦。我直接穿。没有这么说。我穿的有点小气。还蛮适合你，还有我们的吴尊。吴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厉害，来厉害。哎，吴尊最近有另外一个角色，对，那个角色比现在吴尊红，是什么鱿鱼丝的嘛？对，真的吗？对，我是真的。哎呦，你看那个牙齿就是一个特色，对，好显哦。那人家去整形是整变好看，是越整牙龈越高。对，对啊，还可以利用牙龈来发想出模仿的角色。哎呦，这个留着等一下表演好不好？还有我们的山猪，哎，厉害厉害。山猪自从演完我们那个单元之后，他整个人爆红哎，真的，对啊，那个演那个按脚底按摩，大家猜猜看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对，他一直动。所以人就这样，有时候你要从哪一个洞红起来是不知道。啊，后面还有我们的 banana 香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好吧。我今天有备而来，哎，哦，有备。我怕表现不好，怕成绩输，师兄弟们，我还有带一些护身符来。这么多护身符，一般来讲是不能碰的啊。如果说碰的话，你就没下来。就拿来卖的。好，后面还有杨胜达。哎呦，不错，服装造型你这一套算是还蛮有品味。他是谐星界算帅的，帅性算帅。我今天就是来捍卫谐星第一帅哥的这个角色。但是今天要比好笑，不是比帅。是啊，哎呦，是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就什么陈大天。大天的这算是今年成绩不错，专辑卖又出唱片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开自己的这个演唱会，哎呦，可以开，哎，还售票，对，还真不错呢，欢迎，谢谢建哥，欢迎大天，旁边是我们的卡古。
你先来排名好了。首先第一阶段谐星之争好笑排行，一最难笑，八则最好笑。第一名是熊伯喝酒，最不好笑，到第八名最好笑，有没有最好笑？来，又来，喝酒。我觉得我应该在第七个吧。哎呦，我都没有反问，我那先讲一下吧。第七的卡古，你看呐、啊，你自己的名牌都踩在你的脚下。这蛮好笑的，不是因为这个没人像自己掉下去了吗？一等级像这个最好笑的。蛮好笑的嘞。我可以到这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卡古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这无意间的反正最好笑。但是卡古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啊，爸爸超越他了，爸爸已经超越他了。现在反而都是卡古在顾饮料店，对呀、啊，商品各大通告。爸爸后来还要继续上一些通告吗？有，也是有。第七，你就自己上去了。哎呦，那我就先不好意思了，两位师兄弟。就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这衣服也是跟白白借的，是吧？来来，三叔，来来，今年算成绩还可以吗？今年有满意吗？有进步，有进步，满满意。谢谢大热门的关照。哎，不要这么说，他也算是那个封神五怪之一。封神基本上是四怪，四怪今天都来了。四怪，如果扩编的话，有六怪。以前旧名六小福啦，四怪都来了，卡古、三珠、义祥、香蕉也都来啦，四怪都来了，对。啊，另外两怪扩编的是谁？另外两怪是谁？三珠，哎 ，Cooper， 现在又名阿成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阿武。来，赶快坐到你认为的位置吧。我认为应该我们还是要追求最好笑，是对。那我们就先，我就先坐最好笑那个位置，看谁要来跟我抢。哎呦，是吗？我们好歹还是客气啊。我们刚刚开场也只是客气话哎。好了，先追求这个嘛。我们好歹也算是短剧界的新星嘛，跟短剧界的希望。所以坐一下。好啊，坐。那我就上来，好评来轮到你。我个人觉得说，我是最好笑的，但我今天可以坐到第一号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你们看着我一步一步往上爬。哎呦，一步往上爬。好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啊，这是你的策略。是谐星这一条路是很难爬的，真的很难爬。对，人家说生旦易得，生啊，哦，旦，小旦易得，但是一丑难求啊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就是长太帅，哦，我觉得我就是差生达一点点，我们都是帅的那一挂的。了解了解，很多人都不把我当谐星。是，这一段就有点做作，他们连回应都不会。对呀、啊，比较一般，我们多少敷衍一下也会回应。但到了我连敷衍都不想，连敷衍都不想了。阿万都不想讲话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你要不要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拿自己的优点嘛，对，而且没志气嘛，你跟这群人在比帅。你这样得第一名也没有什么好开心的、啊。哎 ，Hello， 今天我们的摄影棚真丑啊。临危自己手不为牛后，对，做这出戏只有丑角丑，前幕后的演员怎么样啊？同意是吧？我以为也没有叫好看一点的来、啊。那干脆讲好了，好吧？大家如果同意的话，我们老师给一个吸气。好，吸气。当我们丑在一起，当我们丑在一起。想坐哪一个位置上也可以抢啦。我觉得我不要坐到最不好笑那个位置，我坐六号，让后面的人一个个递补上去，然后我等一下就中站三步上去，让他们难过。那好，请坐，来来来来，一抢。好，今天压力好大，这一年真的算小哈。这一年压力真的蛮大的，对对不对？经过求婚失败事件，其实。谐星来讲哈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看脸蛋。其实刚刚有讲过，就是跟脸蛋，对，就是越好了他就看你，就看你加一个蛋干嘛？我刚从新加坡动物园回来啊，都没有看到这么多奇珍异兽。谦虚一点，就做个三号。哎呦，厉
退为进，觉得自己不如求，好，这个不会有人跟你抢了啊。OK 啦，来吴尊，来。今天刚刚有提到帅，之前新闻有报道过说吴尊不笑其实是帅的，对，不笑的时候是帅的。他自己发那一条新闻，真的，因为他眼睛也对我眼睛轮廓比较深一点，眸子啊。所以我刚刚跟他们站在一起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的感觉。哦，哎呦，对，那笑起来就好。对，喝醉的人通常都会说我没醉。我要选，因为我觉得山猪没有资格坐在八号。哦，顶他，对，往前同一格来顶八。好，来香蕉，该你。谐星里面你要讲自己的优势嘛？优势，对呀。我私底下比他比山猪好笑。私底下好笑有什么用？对呀，今天搬到台面上，你要说你的长相，我看一眼就永远忘不了。没有人长得那么像锥子的。对呀，我是你的话，我老早翻唱那一首歌了，《姑娘的酒窝》。小巷下的笼子有个姑娘长得俏。有没有？园里的香蕉一直长得。跟香蕉有关，炸的跟翻唱啊，要不然你现在晚会到外面表演，你都表演什么？还在表演吗？还在表演。水晶正在表演，真的没有。对对对，好了，自己找位置，想顶也可以顶啊。哎，他蛮好笑的，你不要谦虚了。我坐这里好了。哎，我坐这边好，我怕没机会，等下没机会过来。对对，赶快坐一下啊！啊，你声音怎么变这样？是吞刀炭？你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一年有没有觉得比较有成绩？其实真的有，真的吗？有，真的有。比如说在哪一方面？就那天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然后人家说我长得蛮像张立东这样。至少就是有讨论度了。看到他会想到什么？什么表演？就张学友咯。张学友，对呀。还有什么？他是练武术的吗？啊？哦，他是练武术的。不是，他只是穿了一件武术的裤子。是穿的比较像武术。我这个人除了武术，基本上人家说我是不学武术。我想选四号。四号，来去，因为表演没关系，你赶快，一直都是开我先坐，先坐，好吧？你几号我都可以。好，他后面黑色衣服写的什么？你知道 ？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。好，来，大天，今天穿的最正式就是大天了，是，而且呢，这个算是艺能界里面的不得了，身高将近1.9米，对，188。188，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高度当谐星很不吃香，还没有过红的例子。对，还没有过红的例子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在努力，还在努力，真的，还在努力。个子高的好像很搞笑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比较难呢。你也是会 rap 嘛，对吧？歌曲方面也是有尝试 rap 的部分。那个 beatbox 呢 ？beatbox 也是有。我听听看你的 beatbox。Are you ready？ 哎，来香蕉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还 OK， 还 OK。香蕉还 OK， 谢谢你，焦哥，焦哥，大家请我回来。焦哥，那你选一个位置去吧。滚！当然是要全部往下移格啊。好的，来八号请坐。一刀腰味好重哦！马国贤先生，如果你认为这当中有一位必须离开这个位置，你觉得会是谁？我觉得应该是吴尊吧。他应该往后还是往前？他应该是往前坐。坐他吗？他应该先坐到逸翔或是豪平那个位置。哇塞！啊，一二啊，不是，因为吴尊的好笑是来自于别人拱他好笑。等一下，现在重点不是吴尊哦，重点是国贤哥，重点是马国贤说不好笑的，你狂妄了。
沈玉玲讲评毫不留情，陈大天恳求毁通告。啊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蔡康永哦。最好笑的是康永哥的笑声，而那一笑声是最不像的。这个表演真的太刺激，我们现在离开这个通告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，因为这个表演刺激啊。因为所有的评审是第七名啊，五个评审都不好笑。不是，因为我一边讲，这边没有半个人在笑。五个评审都在紧张。重点是马国前说不好笑的，你狂玩了吗？被国前都说不好笑啊。这里我觉得好像选美比赛有没有？哦，评审长哎，竟然是如花，对，是顶到好评的位置，顶到好评，顶到我就对了。来来来来，这整个看下来，我觉得生达的位置比较怪，而且你坐那个位置也不吉利，死，对，所以你认为他应该位移到？我觉得生达应该来挤那个一号的位置啊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曾达的笑点哦，属于那种食之无味，但气质又可惜。哦，笑匠，他的笑话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讲笑话。对，然后大家也都知道，怎么爆点一直都没出来？一直在等。看他的表演要笑出来，必须要有很好的配合的心情啊，就是交情啊，要有交情，用交情才会笑，对吧？那不好意思，你就到一号去了。哎呦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哎呦，哎，真打，你看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要准备要笑了。观众在等啊！你坐那里离那个金牌球好近啊！金牌球，碰到会衰尾这个。邵文，你觉得哪一位要换位置？我觉得申达可能再下去一点。你跟金牌球换位置。可以换。金牌球都比你好笑。金牌球比你好笑。好惨哦！放心，会有人捧你的场。今天不是比丑哦。阿凯，我觉得小虾应该要换一下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要到中间，大概跟卡骨换吧。哦，好。我反而觉得吴尊应该到第一个。哎呦，第一个最不好笑啊！对，因为他如果他现在今天这样子吴尊的状态的话，哇，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是第一个。他冷笑了一声，没有，但是他一人吃两人补。他也可以用真真的形象，对，真真就好像还蛮受到注意，有没有？对，第一次因为有真真，对，收视率将近3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大家很爱这个，不能做自己。哎，我这场面已经都做给你了，谢谢。好像我们8个都废人，都靠你一个关注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在那里哦撞啊弄啊，全身是伤，没睡觉，我们到3都是你的功劳，你还默默承受，离开关，神经。我们录影录到这样子啊！刚刚宪哥在称赞你的时候，你就要说不是我的关系，是宪哥的关系。对，宪哥的关系。申达，申达抱着你的排球去坐，申达继续坐在那边就好了。啊，就坐那边。没有，申达可以的，你坐2号。你抱着排球。各位，真实的残酷排行，我们这一次为了慎重起见，因为这为了他们将来啊，在艺能界里面的每一天每一步。每一个月份每一年的成绩，所以我们竟然用了3000名的 association， 而且是3000名的三个观众，总统大选的民调也不过才2000人而已，我们搞到3000人，好吧，一起来看看3000位网友给他们的排行来。卡古真是乐翻了，竟然被调到最好笑的位置，但吴尊惨遭垫底。接着3000位观众残酷票选，谐星们准备接招吧！好的，现在马上来看看第七名会是谁。哎呦，紧张了，对不对？第七名，第七名是好的名次哦。好巧的，你们觉得会是？北拍球哦。谁呢？吴尊。3、2、1，一翔。哇！今天这是我人生最光荣的一刻，最光荣的一刻。好品的过去太不光荣了，好品。但是讲真心话哈，要感谢综艺玩很大，真的要感谢综艺玩很大。在那个节目里面，等于是真正让观众看到他。对，
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一般来讲呢，比搞笑，我说实在的，我就是可能在他们前面一点。然后呢，但是口条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然后我是口条比较好，但其实这个圈子口条要好笑这件事情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。真的，所以有没有总共得到213票？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，这个是3000票里面的213票。来，一起来看看 Visha 来。我觉得最不好笑的就是黄豪平的，我觉得清风本人都比较好笑了。黄豪平最不好笑，为什么？没有了，就跟其他比起来就真的，一般一般。正经的人，他不是那个咖 ，OK。黄豪平，因为我觉得像你第二台跟他相处。我觉得黄豪平他都跟我同一招而已，就是一直都一样。啊，我觉得最不好笑应该是黄豪平啊，看到了。因为我觉得他讲话还蛮冷的，没有什么笑点。黄豪平最不好笑，因为他讲话就很冷，就笑不出来。金牌球的艺人是黄豪平，因为在那个玩很大里面，还是吴尊比较好笑。来这句话，本来是想出来表演的，我看也不要表演了。对，他说吴尊比较好笑，对不对？吴尊上大热门讲的笑话，有的是用我的哦。你自己讲，你前几天我打电话说，哎，豪平不好意思，我会用你讲的一个笑话，今天在表演，那你可不可以给我用一下？哎，我还是大方的给你用。这个跟衣服一样啊，你的衣服给别人穿，哎，人家硬是比你还帅。Hello， 对不对 ？Hello， 用点成语就能解释过，来戏法人人会变，只是各有巧妙不同。还什么衣服，对不对？你讲这样，人家还以为是冲着逸翔来的。不是。好，来，直接带来一个表演，平反一下。在无情批评下，为了挽救观众形象，接着进行平反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不喜欢浇花、浇树、浇自己，自己喜欢浇朋友。电视主持人黄子佼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《交个朋友吧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邀请到一群来宾来讨论一个主题，就是主题是黄豪平，哎，有没有办法大红大紫呢？所以今天马上邀请的第一位主持人是蔡康永，康永哥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黄豪平这个人怎么样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康永哦。我个人觉得黄豪平的长相呢，在演艺圈来讲啊是不差。不差他就一个。哎，是的，谢谢这个康永哥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访问一下这个综艺天王吴宗宪。哎，宪哥，你觉得黄豪平他的表现怎么样呢？能不能给他一点建议呢？哎呀，见鬼！他说到黄豪平，我最近真的是有在关注他了。他那个表演真的是很棒，他太有潜力了嘛，对不对？很有机会大红大紫。他那个真真表演的还真好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我，真的是你，啊，干我屁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嘛？重点是说，那这个要给他一点建议。哎 ，Hello， 我真的给他一点建议。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他离我远一点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吗？谢谢。来，谢谢宪哥了啊！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既然访问完天王，还有厉害的主持人之后呢，最后要访问一位天王御用的配乐师，我们要问阿米老师，你觉得黄豪平有没有机会大红大紫呢？有，不可能。是的，谢谢阿米老师，这个票吧，我们下次见。好。今天的表演压力会不会很大？压力很大，看起来就很大。这个叫做近乡情怯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到一票人大家都搞笑，然后你在这边压力超大，他们对人太冷漠了。从头到尾最好笑的是康永哥的笑声，而那一个笑声是最不像的。笑过，流于浮夸，偶尔会有那个感觉出来。阿偏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我想说这个表演真的太刺激了，我们现在离开这个通告还来得及。你觉得这个表演刺激啊？很刺激啊，因为他已经很紧张，我感受那个紧张，我觉得我在。因为所有的评审是第七名，五个评审都在笑。因为我一边讲，这边没有半个人在笑，五个评审在紧张，冷静下来。我跟你讲啊，但是今天你要知道，你在这里的一言一行是最重要的是。观众朋友的认定比较重要，对，大家觉得哎烂透了怎么样？因为你有焦点了，但观众的看法才是最重要，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衣食父母，能为大家服务就是我们的福气，好吧？好，请坐到7号的位置。好嘞，往下挤下来啊，再来看看第6名，第六名有303票。喂，是香蕉吗？还是卡古呢？哎呦 ！Oh my goodness！
他偷看。二，没有，好，很紧张。三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陈大仙惹怒天王，关主天王吴宗宪。好吵！曾经有个伟人说过一句话：人生就像马拉松一样，不在乎你是在第一跑道还是在第二跑道，而是在于谁可以坚持到最后。谁是这个伟人？就是我！哇哈哈，见鬼了！其实你先慢慢表演，不用那么急。马拉松哪来的跑道啊？一起跑就好了，跑道。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前阵子啊家规假怪太久了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他为什么你知道他打怪，他变成了他特色方面略前，我一讲看你们觉得有没有，嗯，他有黑人的身高，有没有看到，嗯，然后有那个杨森达的眼睛，有没有看到，然后笑起来他有吴尊的牙齿，有没有，就集合了四五怪了，对不对？直接看他为什么被选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说好评。我觉得陈大天比较那个好笑，动作比较假，比较做作。因为他笑起来之后不是很雅观，有的时候就是搞笑，然后就脸很僵。最不好笑的是陈大天，因为我觉得陈汉典比他好笑一百倍，因为他长得超屁的啊。我觉得最不好笑应该陈大天吧，他自从改名后就没有什么笑点，他永远只会在那边扑哧克哧克哧克扑克。哎，他是你的粉丝。你这个啊，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嘛？要扑哧克？你们到底要看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真的在那扑哧克扑到观众都知道你要扑哧克了。他也会扑哧克，是补啊补啊补啊补，不一样。哎，这个比胡子克好一点。哇，我的，哎，我跟你讲哈，真的年终做一个大检修，有就要改，没有我们就嘉奖，是不是啊？是啦，是啦。今年其实他们说的是啦，应该拿到第六名，开心啦，开心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在这么多人里面，那个 VCR 我也要拿回去，我也要记起来，拿个最棒的。我路上找那些人，我们考一个光碟给你，因为太多了，300多人。来来来，让你平反一下，好不好？表演什么？也是一段模仿的演出。有一个，有一个，现在先把它拿掉。再来一段，补吃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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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就反其道而行，然后在节目里面发誓，我这一生最后一次表演补吃克，补吃克。然后你就表演。对。然后你就表演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嘛？想说，我发誓，我今天最后一次表演补吃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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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吃克。没有，我没有。要来平反一下。正宗好凉茶，正宗好声音，欢迎收看凉茶领导者加多宝独家冠名的加多宝台湾好声音。今年夏天还是最熟悉的味道，才是好听的声音。没有错，今天的活动是由综艺大热门独家冠名赞助播出。没有错，我是哈林庾澄庆。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台湾好声音的第一位评审，让我们来欢迎的是周杰伦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周杰伦，周杰伦不是这个节目，不太适合。他还是举行中国好声音。台湾好声音还是要欢迎的是本土天王吴宗宪老师，麻烦 B key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灵感。不要影响表演者。不好意思，梅哥不好意思啊。对，没错，当然要找我来当评审嘛，对不对？曾经有个伟人说过一句话，人生就像马拉松一样，不在乎你是在第一跑道还是在第二跑道，而是在于谁可以坚持到最后。谁是这个伟人？就是我。哇，见鬼了，是的啦。好，下一位，我们还有两位评审。接下来两位评审是，哎，其实你可以慢慢表演，不用那么急，因为现在搞得全部的人都很紧张。好紧张啊！马拉松哪来的跑道啊？好紧张啊！一起跑就好了。
紧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又没有限时三十秒，放松一点嘛。我们没有铃声啊。这个表演等全部结，在意嘛。等结束了再评论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是的，还有两位评审，接下来是两位评审，让我们欢迎。大小哥打给他，我是 Much 大哥黄立成 Jeff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哥费玉清。我们现在唱一下我们的主题曲哦，我来 Much 第一队，底下底下，我来 Much 准备好不？耶耶，我来 Much 准备 Go， 吼吼吼吼，没有问题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四个评审呢，再来合唱一下，因为是台湾好声音嘛，最近最红的台湾好声音呢，就是我们的婷婷 Play 啊，婷婷婷婷婷婷。啊，不累不累不累，啊滴滴滴滴滴滴，啊不累不累不累，老师麻烦帮我，不累。又又又听听 play， 发言一点东西，让大水姐妹。清晨五点的万人登超体操大会，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，九零年代偶像扑出签名握手拥抱会，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危机是几天，撒哈拉酷热追逐本的生存考验，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声线，换成精油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，为外面阵阵派对。女生肥舞种的走红身材，男神弯弓射雕六块鸡排，比钱更重要的吃了鱼线，管你小众大众我赔，管你出脚千金是重口味我赔，管你出来一列假红我赔，都赔都赔，见鬼了！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。哎呀，哎，费玉清，请问一下，我赔你会不会？什么？哎呦，小哥，啊，见鬼！台湾好声音，我们下次见。实至名归，哎，但是国前如果以这一段，因为大天很在意的就是输好评，输给好评，吵架笑了，好了，你会更生气。你当然你希望你的排名在好评上面，我觉得好评其实很优秀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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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看过这一段，我也觉得我可以帮你把它处理一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结束再排名，等一下，他们要舒服一点。谢谢辛苦辛苦，要死你们就一起死，对，一起到，到最不好笑，好累好累，好了好了，恭喜陈大天，谢谢谢谢，来来第六名坐一下啊，第一名来看一下他的票数是几票呢？第五名，二三，哎，哎落差不大，还好还好，谁？三出，哎呦哎哎，我才刚要换位，所以你要记得下一讲我输好评，哎，对，我输大。很正常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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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差大天，来来，九票而已，今天压力都很大，压力很大，看得出来，好吧？你先看你的这个观众的说法，好吧？来，老狗变不出新把戏，沈玉玲伤口上撒盐，不要每次都只会卖死，卖死，卖死，我刚刚没有心照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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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哇 ，Fantastic baby。陛下才在跟你讲，不要再卖蛇。我其实也知道很多人在骂我，就是有哥哥在骂你而已。我也不想要卖蛇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哥哥现在在电视机前面出去，看到你这段表演，哎，气啊，软的呀。最难笑的艺人就是山猪，因为他只会在那里露肚子，也没有什么好笑的。我觉得最不好笑的是山猪，因为他就只是胖而已，没什么好笑的。山猪最不好笑吧？他很好笑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都比他好笑。停拍球的艺人就是山猪，因为他真的太油了，人也油，讲话也油。他是谁？山猪，因为我觉得他讲话真的不是非常好笑，有待加强。看过也都没有印象啊，好死。听大家这样讲，心里面会难过吗？会难过，而且我刚刚有看到小滴滴，他们根本不识货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根本不认识，没有啊，一直在做人身攻击。能够让小孩子从内心里面发笑的，才是真正好笑。可是我今天到第五名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以为我会是最不好笑的，没有。
其实不会啊，有自信点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所谓的演艺圈的异形啊，对不对？异类啊，你又不一样的感觉嘛。今天要表演的又是这种假鬼假怪的东西，又是这种，但大家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这个东西看得懂才会觉得好笑。看不懂就会觉得高处不胜寒。哦，你先把丑话讲在前面。先打预防。丑话讲在前面了。先打预防。来，那就咱们就直接来山猪平反表演。来 ，Yo， come some of the music。喂。DJ 收的。喂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这个地板怎么这么脏？平常没有教你们吗？拖地要用什么拖会最干净？用力嘛，用力用力用力！上次这集的 end 结束了，最近有点衰。有一个道士跟我讲说，我卡到音，背后有个灵。这么我说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控天灵。上一次我喝个烂醉，我说服务生，你有没有可以醒酒的东西？结果他拿给我什么？账单58000。他的屁股。吴子棋，邓子棋，豆腐乳，邓腐乳，胡志强，大家好，我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，志强号。邻家女孩，大家好，我是邻家女孩林家龙。谢谢大家。哎呦，看不懂那你觉得到底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笑感动天。哎，好用力哦！跨界西短裤啊，跳开他串，这个不够喝酒，导致我们就笑出来了。他是那种心酸的笑。哎，你一边表演，我都一边在跟少文讲：哎，少文，你不要生气，不是在噎你哦。我也很少文，对啊，林家龙，来是 OK 的啦，因为山猪过去的他这种山猪风格的梗啊，对，我一直还蛮欣赏的，有特色，哎，有他的特色在，那他今天等于是把他毕生绝学都拿出来了，对，阿万，你个人觉得呢？有啊，处理细节处理也蛮巧妙的，那只是因为他长得比较胖嘛，他就运用他自己身材，我能让阿万说胖，真的。确实比他重一点，比他重一点，我有胖一点，对，我还可以说胖，对啊，而且他是有回去有认真设计，想对，我刚就要看，哎，怎么拿一个那个五子棋、邓子棋，胡子强跟志强号也蛮好笑的，他哪一个？胡子强跟志强号啊，对啊，志强也好，然后这个是邻家女孩林家龙，因为刚好最近侏罗纪世界真的还不错，真的有认真设计，好，恭喜第五名，实至名归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请问一下第四名的票数，气氛越来越紧张了，到底有几票呢？375，哎，是谁呢？1、2、3，易翔，易翔，易翔，是我哎。其实易翔本来很好笑，那个可能被前阵子的红巡事件打到了。对啊，看一下，来。我觉得最难笑的艺人呢是易翔，因为他的表演完全没有灵魂。我觉得最不好笑的是易翔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如果找到他，就不会很想要继续看下去。因为他每次都只会卖死，好像都没有心脏。最不好笑的是易翔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幽默感，然后但是又硬要撑场。他只有被欺负的时候最好笑，其他都无聊，讲话超干的。山猪
跟逸翔就是一个比较无知，一个比较猥亵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好笑。逸翔带来的平凡表演，哟 ，Let's go。家务机吊抓，天宝机吊抓，家里要穿来小刚，家事的你还来抬，我家人做贼，拢敢威我来，威我来，人家看到我就抓，看到被叫被抓，台湾有多少抓，不是是吃来，搞来把花杀了，家里被抓在小刚，在小刚，家事的你来抬抬抬。哇 ，Fantastic baby！ 逸翔，好疯啊！逸翔，他叫你不要卖血，天啊！我跟你讲吧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群的如果集体送到神经病院，人家是不收的哦，会退回，整批退回，因为你这太当真了嘛。陛下才在跟你讲，不要再卖蛇，你还带两条真的。我想说，今天终于有鸡嘴梗，有没有看到？鸡爪一个，哦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不想要卖蛇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哥哥现在在电视机前面，看到你这段表演，他已经吸氧了，安那样啦。没有，他是跟他爸爸讲，我就跟你讲不要哦。但是被抓，但是喝酒啊，少文对不对？很好笑。少文喜欢 G Dragon 卖蛇吗？感觉哥哥会喜欢啦。对啊，我希望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诚意。那我其实也知道很多人在骂我这个事情，但我一直坚持。哥哥在骂你而已。卡古表演出谁，竟然意外成全场焦点。李新文那段还不错，对，李新文很像新段子，这没有错啊，只有一段是我们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就是唱歌那边，唱嗨那一段，带来一首动感歌曲《小苹果老树下》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小小苹果。所以你看卓别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，最精彩的那一次就是出错。来历史，不会啦，对，不会啦，不会。现在慢慢化解了，化解了，好了，现在都很好了，可以了 ，OK 了。你看能够获得第四名还不错嘞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三个倒霉鬼啊，对啊，还有比我不好笑，对呀，比我强更不好笑的。来，你帮忙把服务把这个道具通通拿走，蛇拿走啊，以后不要再拿来了呢哈。对，好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啊。来看第三名。他是总共获得几票呢？请看，哇，412票，紧张了啊，紧张了啊，这个会是谁呢？哎呦，一、二、三，香蕉，你这坐对位置了，刚好第三，来，惊讶点，哎，我其实蛮开心的，惊讶点，400多票，3000票，只有400多票，1000多的人认为你不好笑。10%多认为不好笑，还有80%多觉得我不错，对，没错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我讲的28理论。哎呦，28理论就是说，你真的不要在乎那20%讨厌你的人，还有80%嘛，你干嘛去伤害自己呢？仇者快，亲者痛，这样不对。而且我平常算是很少在节目上搞笑，还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对啊，对啊 ，OK 的，好吧，谢谢你今天来。哎。连访问也短，来看陛下，好吧，来。我觉得最难笑的是香蕉，因为他 B-box 很屌，但是笑话不好笑。我觉得演艺圈金牌球的艺人是香蕉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最不好笑，因为逸翔都比他好笑。应该是香蕉吧？但是香蕉
哥哥吗？他有时候讲几下就很惊，就冷冷的。在这个板子上，我才知道你有这艺人，不然刚刚这掉你都拉成为你。哦哦，风头会被维明哥抢去了。OK， 那没有关系。今天你就用表演让他们，其实刚几位的表演，我们心里面都有感动哦。对他们好用力哦，对对，他们的表演，看完之后你觉得谁是目前最好？大天吧，大天，大天。哦，大天是排第一。那山猪那个自然浑然天成呢？大天跟山猪差0.5分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投给山猪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大天怎么可以呢？欸、山猪叫好。哎、欸，参赛者请坐。请入座。金牌球，金牌球。直接就坐了，来，请坐了。不是不是，什么飞机给队长 ？OK， 请问干嘛？晚点。那我们先讲好哦，好不好？这个艺能界就是这话都要清楚。你这么慢进来，这一集是没有算钱。超支了，没有算这个我了解。好，来，那你就好好表演，给我一个便当就 好吧。那来什么样的表演？今天不止 B-box， 但让大家有听觉，还有视觉回味一下，回味一下旧的加新的表演。好，我们期待，好吧？来，请看，来，谐星表演每况愈下，评审炮火毫不留情。你需要一袋便当，你想那个？是没有人常会找茶。他没有亲和力，又笑得很僵。爸爸的表演就是给你一个启发，是他因为他很自然，这一票通通做作的要命。一响，哦，哦，哦，四五六字，五五六，来了。